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今天这期影片呢，我就要就来和大家讲一下我这几个礼拜的影片更新进度了。我最后一个影片就是那个去卡崩那个，是在10月18号拍的，那也快要有一个月没有拍影片了哦。第一个礼拜本来就想休息一下的，结果第二个礼拜就是我的亲朋戚友回来我家，所以我就拖更一下啦，就和他们去玩之类的。因为也要考试了，就是我们学校中学的那个上网考试，就是要开着这个 cam 啊，要开着 cam 考试的，所以呢我才会拖更啊。当然那些也不是全部原因，一些也有我懒惰的。OK 啦，那么回归正题，就是说之后两个礼拜啊，可能到三个礼拜就是一个月了，差不多一个月了，我可能还是不会上影片，因为也是要考试了。但是如果我真的有时间，我肯定是会出影片的啦。但是目前感觉是不会有很多时间啦，因为呢这个考试是考到11月19号，所以呢等考试完之后我就会有很多content拍得了啦，因为都放假了嘛，19号考完直接放假，可能会去外面玩打球之类的，因为现在疫情的病例也比较少，然后我疫苗又打得了。OK， 那么各位观众，我现在要说的也说了，所以呢这期影片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啦。希望你们身体健康，然后跟我一样有在上网考试的，就希望你们考试考得好成绩啦。OK， 那么我们下一期影片见，拜拜。